成神之后的唐三也是没有弥补这个遗憾，最后就是剑骨斗罗之死了。在嘉陵关最后一战中，海神唐三被比比东击杀，剑骨斗罗为了抢夺唐三的尸体，使出了人生中最巅峰的一击，正面硬刚罗刹神比比东。但是人神有别，两大封号斗罗被比比东秒杀，落得个剑断骨髓的下场。这一幕也是看哭了一众斗罗粉。老铁们，你知道唐三还有什么遗憾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